这是魔牌禁术，会伤及灵根。这又是何必呢？用真元炼成的血元丹，只会减轻君上片刻的痛苦而已。 君上，你别过来！我是魔牌圣姑，你不许动我！七天七夜躲过猎杀，熬过去的人，才有资格活下来。秋萍表哥，我求你，不要！ 去求你那个甘当叛徒的娘，秋萍表哥，好好享受这场游戏吧，秋离表妹。上。 哥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秋离好的人。秋离为了哥哥。